我帮你续命，你为我做事怎么样？娘子，我回来了，今晚可以加菜了。嗯，我娘子怎么样了？借一步说话。恕老朽直言，夫人的病已没得医。哎，你还是提前准备后事吧。没得医？怎么可能没得医？五脏俱损，六腑皆崩，就是神仙来了也无能为力呀。没事的，大夫说你操劳过度，只是身子有点虚而已。求求你救救我娘子啊！我之所以能救你，是因为你根本不相信。